OK，我们去帝国咯。我们怎么这么多兵可以升？运送一下木材，已经在运输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哈。这个呢？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速战速决哦，赶快先把一些啊，赶紧把一些可以讲的跟你们讲一讲。好，那这集的话呢，这集我们继续来个，我真的好想要讲那个城角，我们这里的角色先不讲哎。还是老师傅啦！哇塞，这么修帅呀吧？这是治愈吗？那这就是我们老师傅哈。给你们参考参考。眼看总把我被冲下，急救站本久等。哦，脑力快交给两改恢复啊呢，所以真的是太好玩了、哦，它也可以治疗。哇，然后叫你点个小区给它升起来，好像是这边，食物不够啊。那就继续升农田啊！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的领土已经越来越大了哦。马德西宫呢？我们就继续给它农田下去。哎，这什么物件？木炭？那木炭要哪去？木炭该讲是。这种是用迄扫的款哦，就是用迄个运输的，这种是用运输小的款。等下，这个吧，这个已经在升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耐玩的手游就 play 到这里了。我将魔国士的学院，那是不是有谁帮我调了？